禽兽的药给你解释。太恶心了，吃走呗，喝点果汁。哎呀，这行子好美啊！别人不好美，咱好美。到时候你不能上地，只能给你拿去。那个都好美，你要拉人，你要练个身，你要一天一天弄那样，多好美啊！那也好美。不是，哎，都是那个。别人抢你的枪都能发着，要这样拿，要在前面，到那棉花再拿的嘛。儿孩，帅了帅了，这跟个锥子一样，直接。这跟个科目这样的直接血流的量都，黑。对，不是自己个套吗？啥颜色你？黢黑的。你别让他瞎吃啊！这行人家有的时候，比如你高血压嘛，那这办法吃还不行。留了。别让他吃啊！